李叔，如果再早点射的话，就没事了。你刚刚竟然不在上面射的，是跳下来打他！我的天哪、啊，李叔！不是你啦，走开！是我啦，是我啦！去去去，去按！我射你就可以了啦，啊！我射你就值得拥有。好，我们还是要下去开，不是吗？先上来吧，他好像晚一点，先打完这一批。好。下面有那个包那个哦，远处有那个酸，他怎么自己先吐了？他人还没到就先吐了，喜欢波波，他这样很波波。哎呀，啊，被抓了！等下我被困住，哎，你掉下去了。那我们上面整个大围殴，有被围殴，有人帮腿。哎，我上面，哇！好了，去死啦！好烂哦，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呦，我们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哇，你后面我射不到。Thanks, man. Come on, man, get up. 我放你在下面吐。Let's get up. 哎，你怎么又倒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人生呢、啊？人生呢、啊？打一下你，打一下你！我靠，就是美味！哇，房子一楼好像有其他枪，有啊，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一般也是可以的。死了两次，我们退缩了。木米怎么办啊，木米？因为他这枪不一样了、欸。你懂？又在调什么、啊？调什么？调什么？很痛，很痛，很痛！找人了，在跟你讲找人了。我被发现了！哎呀，偷偷调一下嘛。Hold on！ 你调什么？你什么东西没射好？很帅！哇，我要站在警车上那么帅哦！那这车怎么不会叫、啊？迪叔，拍不到，我真的有一次拍。迪叔，我吓到了那个迪叔！天哪、啊，你迪叔真的是，快、啊、醒！哦，不是，我被 Jacky 抓过去吓，很贱，我的天哪、啊！我有看到，啊，露米怎么也倒了？哇，脸靠好近！不是啊，我们不是一般吗？你人呢？你又死透了，为什么？大概也是为了救我，一直被扒。我可以直接去。Get up, we gotta go. 自杀？用小木屋吧。为什么？这不是难度不是下降了吗？哇 ，this will blow something up. Look out！ 熔岩巧克力来了！熔岩，他烧了我自己！这什么奇怪开局？
有繁星，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太距离太远了。我刚刚敌数大一点就摸到了，然后就被撞走。Too old for this horseshit. Let's just hike the hell out of here. Sounds good. 但他这是一般难度哦，真的哦。专家吧，我也觉得是专家吧。哦，专家的话一枪你就快要死了。不是，老师，一般的话你就可以撑住十枪。这样，医疗包拿，你为什么不拿医疗包？我打一打，等一下就跟差不多了啦。就你不拿医疗包，我跟你讲，迪叔，这不是专家，立马我们可以。你刚刚就死成那样子，可以。那你去生那台车。雷台，都一个人冲第一名啊！这台没杀，这台没事。我刚刚就偷射。哦，雷台，这里都没有啊，这里没有啦。哎，救命！这是专家。你看，露米都不会救人，露米都不会救人。迪叔，我来救你啊！救命！我还在爬，不要跑啦！迪叔，我好像救不了你啊！迪叔，我要跟你一起去了。没有啊！是否玩错了吗？不能嗨起来。迪叔，我要老实说，你一开始被抓的时候，那个 Lumi 就在你旁边，他完全头都不回，完全不看你。真的吗？嗯。然后后来他，后来他被撞走，我要去救你就已经太远了。没问题，努米包，赶快包，迪叔的包还可以给你。迪叔，拿走你的枪，拿走你的遗物。努米，迪叔的遗物的包包，你要记得拿。我们会继承迪叔的精神。我们在前面拯救你的。好。Pills here。怎么这么惨？我真的玩错模式了吗？嗯，带到这一关不简单。嗯，啊，我拯救幸存者出现了，哎，卢米要救吗？要，哎，那个，那怎么救？卢米，你看他完全不想救你。不是这个，好说好说。第四关关在里面要怎么救啊？啊，算了。那门有一点点厚啊，太难过了。啊，臭胖子。你说 OK？ OK， 目前呢？后面的 Go Go Go！繁星，你怎么已经瘸了？我瘸了？没有，看错了。繁星掰开了。哎，迪叔，啥呀？你在踩车啊！你在踩车啊！我看到了，我见证了一切。我看到了。没有，后面会有很多僵尸，赶快先纵火。哇，止痛药，好吃啊！嗑药。Through here， 很多人都说，我这个黑人角色就是很爱吃止痛药。我觉得大家有点快。High Chocolate 保护了迪叔。哎呦，好棒哦，老师 ！High Chocolate 让迪叔 ，High Chocolate 可以再保护一次吗？哎呦 ！Get up, we gotta go. High Chocolate， 击倒了迪叔，你怎么？啊，你没有包，你的包被那个啊，卢米吃走了。卢米，我在这里啊，迪叔你呢？卢米，
前面有一个女朋友。Grenade here. Hold on. 我看不见迪苏啊。他在你前面，然后你说看不见。世界好黑暗。No worries. 迪苏 ，Go. You can do it. Go. 讲他都不会吓到。哇，我们都没吓到，好猛哦！而且我还子弹打向他旁边呢。你要对着他的脸打。Weapons here. Weapons here. 一楼有枪是不是？哦，还有有包哎、欸，有包有包有包。不子弹。哦，终于有步枪了。获得救赎。哇，这把好散弹。哦。嗯。BB 哦。Molotov's over here. 还有，等一下可以丢很多。他感觉好像是过程就要下来，你不能一直，你只能在上面待一开始，然后之后就要真的要下来。你就看那个起重机好像突然坏掉了吧，要下去了。我被吐了！我又被抓！哇，救命！我在一楼。行，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来了，我来。哎、欸，要开始拉喽！那个，那谁、個，先上面需要拯救。我掉了，我掉了。好，我跟迪叔往那边走，迪叔走。啊，我被抓！哎呀，卢米有没有救？往那个被抓那里走。迪叔要过来哦。卢米怎么已经倒了？电机，然后就被啊你哎、欸、不行退啊你单走当然被抓，汤特迪叔，不行，我只能再走对一次，没了，傻你完了这么久你为什么要单走？因为我刚想说，哎、欸，那边都没有人，开个发电机。就是没人呢、啊，哇！你观念是对的啦。我包包，我包包。啊！反应没有一片，迪叔救命！好好好，恭喜恭喜。这里还有开哪边就一直怪。对，哦。因为我看你去开右啦，都在你那。我开这里哦。好。开了，剩那里剩。还有两边。很大一群哦。你有露米遗物的包包，舒服。快点。Smoker。上面。直接走。哎，汤特。我。没事。哎呦，剩那里，可以的，这只是一般。好可怕，这一般好不一般。那是因为你，哎、欸，为什么这个我弄不了？可以。我看一下一个角度，回上面吗？起重机这边吧。好。哎、欸，这边，好酷啊！哦。我感觉要吸起来。哦，不可以。哦，有一个。额头。哇、哦，厉害！哼。然后把这个门撞破，是不是？我、哦、有可能哦。Jockey。
然后 Tank 差不多就要来了，对不对？